这叫杨吉奴啊，这是这边买卖吗？嘿嘿，喂，公主啊，无钱饭敢好食？陈吉新，你来甲本公司探家？探家，我恨不得你变做成马尿！哈哈哈哈哈！天下敢不让人杀得了本公子？卖笑话喽！三十年官署你喽，就算没有官署你啊，你最多也剩半条命。到那个时阵，我只要拍一个假手，你就变成肉酥。哦，不得了！你什么时阵这么厉害？陈吉新，我的名声你做什么？卖弟弟。本公司要离开游击路，如探龙岂不？又过来上官呢？你当作破娘样回事哇？我吃啥官呢？是么？哈哈哈哈哈！到时候你就知咯。灰幻公主，你们指望有人来救你咯？你的麾下无名之花，为了救你，险险被擒呢。我真想不通，既然无名之花已经还给你。刀客合修会，为什么也想要救你呢？莫名其妙，刀客合修会啊！你听什么人讲的？灰幻公主啊！哎呦，你骗我便宜咯！莫名其妙，无可能还本呀！对东瀛忍者的特性，我非常的了解。这件代志我来调查，马上就有结果。你要怎样调查？直接向莫名其妙下手。无必要调查了。我兄弟行进葫芦好灰幻公主破门之徒请给信啊你赶紧来通报秘书啊灰幻公主你躲得了吗快快随我回游击路啊武林中传言你不得名是这位新董本公主都想要了解这位新董你用什么方法了解回游击路了不你两人在场的所在，都会变得真混乱。灰幻公主照片，你知也唔知哈？你唔知还烦恼是无？真是的。哎呦，我骗你咪送他！快投降自己警视警，无问题。哈、啊！灰幻公主的错失轮回哈哈哈哈哈我指定要补补你花兄你有七条素环之吗崔伯求拿实在太多了为了素环境的安全起见一出无兄衣一定要将你抓起来切切的苦苦的地方关起来你告一遍以后才当红衣出来嗯我同意这种的罪犯林国素还金对素还金休得你原来是乌比龙君一花兄要两目救素还金你明白自己的病情吗我有病吗非常的严重，要赶紧医治。
请伊挽回琉璃仙境吧。各位太过紧张了，我自己身体我最清楚。他用将军的路上了，我比龙君，咱来赶紧下手。苏焕进，请谅解啊。我比龙君，你想从什么？请官谅啊。心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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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行地业向天国欧吉来救命。中间生也感觉失去人心。天行地业为什么要杀中间生呢？苏焕进也为了亲人说进母役替亚比回望回还公主令脱出困境吗？玉帝结果请还我们的部队去撇了公主第52集。Okay.